哦，你即马咧讲即个羊羔牙的迄个来源啊，哦，羊羔牙的来源哦，伊是对郑成功过来啊。啊，郑成功哦，当时是明朝的大陆明朝失败，叫清朝霸占。啊，伊即马阿忙渐渐动人袂调啊，叫清朝伫啊啊，就啊到南部，同我走看袂拄着啦，同我领几支军，哦啊挂伊的迄个大炮，挂伊的军队。同我走来台湾来啊！啊，伊迄个台走来台湾哦，同我对台南遐上陆，在伊的迄个故乡，才设立台南。啊，伊大头同我安尼住台南啊！啊，伊这个伊的这个外在哦，这个伊挂伊的某哦，同我换来住伫古阿庄。啊，这本来较早唔知有庄头无，是无人知影。伊来住伊家人叫乌牙，这庄头才好做乌牙庄的啦。啊，所以。杨水莲哦，就是迄郑成功的武将啊。啊，伊种啊来遮，搭设伫遮所有遮赢地，咱就有遮赢地的，伊拢伊咧领导的啊。啊，伊因过来的原因哦，就是甲咱较早老蒋相相都渐动人袂调啊。啊，到尾游来到下头，落去都无路啊。所以伊唔得领规个军队总退战。我伊个大炮无拢安尼带人，伊个精神就是安尼来啊。哎呀，安尼尔，对迄落大陆过来台湾，伊就领规个军队带过来，啊来台南对台南上陆哦，伊才来赶走迄个荷兰呐。咱台湾较早迄阵地荷兰伫遮咧管啊，荷兰伫遮咧管。啊，所以荷兰哦，就较早荷兰来荷兰较强。自咱介原住民哦，拢赶咧山顶过去啊！啊，所以荷兰哦，就是换郑成功过来拍台湾，过来就赶走个荷兰呢，伊才怎啊伫台湾做台湾皇帝啦？你唔该怎啊伫台湾做台湾哦，做台湾皇帝就是郑成功啊！啊，唔该郑成功伊迄个台南过多车坎头，甲台南个古城，遐就台南，遐就郑成功过来去建造个啊！啊，所以伊的首都就是住伫遐，啊，所以伊迄阵过来规台湾，怎啊变成规台湾的政府就是郑成功在管啊，伊的朝代就是安尼落来啊。反正哦，诶，迄个时代的皇帝哦，就是伊拢用那用战争的啦。啊，较早咱的迄个朝代历史无落来嘛，现在朝代历史写起来得袂正确个，为呢就是迄个战争啦，失败的人啊，就是败家，就是惨啦。啊，赢的就是军啦。你先像当时迄个车化王项羽，甲刘邦在战争。啊，本来是车化王项羽哦，足弱嘛。啊，刘邦就足弱啊。啊，刘邦迄阵足弱哦，就是伊个军师厉害，甲他靠对迄个山虎入面，伊即马去困伫山虎内底，伫内底咧屯兵啦。因个军师知影啦。啊！因的军师知影，甲项羽讲，项羽都唔听。伊唔则到尾换因的军师出来找韩信，啊，唔则换韩信，佮约聘请入，聘请入则去做伊的迄个英雄。啊，唔则到尾人咧讲韩信无犯过忌啦，伊阵就咧甲项羽造代志哦。伊项羽无爱甲听啦，伊算讲啊，你这都唔是英雄，啊，你这都唔是高人。伊无愿甲听，啊！这老人伊是土匪，是街面头土匪就管了。啊！唔知去学这个刘邦的迄个军师，迄、那个叫做啥？叫做张良，来卖宝剑，再甲请入。啊！请入了后，伊煞去学韩信，领兵同我甲封甲甲伊七百块啦。啊！伊阵啊，项羽就六虎武就用台用剑的，无人剑的赢啦。啊，较早的朝代历史落来哦，就那朝代战书人哦，过落来迄朝代历史就袂准啊，就是随在人写。你着战书啦，啊，你着封建国义啊，你着文权啊，啊，所以有诶，啥物事拢总交毁灭。较早那咧毁灭哦，就是含诶亲情啦，含诶朋友啦，含因诶旧连七祖拢总灭啦，拢总斩了了啊。啊，所以他在朝代历史写落来写袂准，就是这个原因啊。差不多这个所在啦，啊！伊在讲啦，讲这个所在哪咧考换字哦，我可能会答的啦。
伊讲可能内部偌深啦，唔太伊迄个所在，我感觉会打的。啊，即个若要知影，就爱叫林庆祥来看迄个到底有几只，安尼较站来对口。啊啊，即个做主，即个做主是电做个小卖，皆有理念。啊，即马都是来传，啊，无啥物信奉的，说讲伊信奉都看到有一块地条。较早的迄落做官的官府啦，唔到这天波会庆，咱较早这天波府嘛，啊，这高衙就是高衙三十三号，啊，这地就姓杨的，因的姓杨的哦，的迄落子孙为起做做福财祖先呢，那叫做祖祖啦。八路的天，那在这民国几年啊？哦，啊，这天波会庆哦，就是较早的迄落。他在那个就是说天坡的天坡会前不见得有的那好多那个关键的官户的哦天坡户啦，他在那官户还有这天坡户的是姓杨，那那因为那个皇帝娘都去你一带还有这天坡户啦，啊这天坡会前这天坡是足大的啊，天坡的他在姓杨那那他在咱的交代我。迄天坡户足大个，天坡户较早就叶莲头块啊，啊，所以叶莲头块，迄叶莲头块哦，风地接风个，啊，外拢会拍着啦，拢会狂着啦，伊袂伊迄就外加到迄个天坡啊，